彰化县文化局迎接106年农历新春佳节，21日举办吉祥富贵新春挥毫送春联活动，并邀请彰化县长魏明谷及书法大师一同挥毫，送上金鸡报晓、鸿运连年发，祝贺民众新年快乐。彰化县文化局举办这个春联挥毫的一个活动，那承蛮很多的老师来参加写这个春联。那我们知道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要贴这个应景的这个春联一起来这个迎接春节的到来。那为了喜气洋洋我们今天特别在这个广场举办春联欢迎我们路过的乡亲一起来共襄盛举。金鸡报晓，鸿运连年发，这个是我们彰化县文化局、彰化县政府呢这一年来要推动的整个未来的计划。那呢，在这边呢也非常高兴大家能够来参与这一次的春联活动。上个重要的就是祝福大家今年来底呢拢加健康、加较水安尼吼。这次活动特地邀请20位彰化县内知名书法大师现场挥毫写春联，开放民众以10张发票或至美术馆粉丝页按赞者兑换大师墨宝一副，送出500幅春联，并将所有发票全数捐赠慈善单位，让大家共度一个温暖美好的春节。公益频道徐世昌彰化采访报道。